十二在第二局目前以杨需要钱的组合，把领先的差距拉大到四分。 先前他们所需要，而不是只是用速度、用力量想要去侵略对方啊，就是很有耐心，等到最后掌握到这个机会，来做一个直线的进攻。是啊，17比12。 对方一扫过去，空挡的时候就危险，根本来不及。是三十七。 可惜一点点啊，角度非常锐利啊，是最后偏出去一点点，出界，就是19。 其实都有不错的机会，但是角度都偏出去一点， 15-19。 89没有能过网，20-15， 现在来到了李阳徐亚琴在这一场比赛的赛末点。
平，再以21-15拿下了第二局。直落的比赛22-20、21-15，直落赢下了香港选手杨胜才、范佳音，顺利的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所为您带来中华台北的公开赛的赛况，在今天从上午的资格赛、公开赛一直到下午进行的混双赛事。我们转播到这边是今天的赛程是暂时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。那么明天从下午3点开始也会为大家带来一连串的会内赛的赛事，也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为您带来的精彩的台北羽球公开赛的比赛。罗家琪以及李文仁教练还有整个转播团队的同仁，来自台体大运传系的转播同仁，在这里感谢您的收看，要跟您说声再会咯，拜拜，拜拜。10场，他从下午三点开始，下午三点开始他排了10场比赛，而且5点半开始还有5场，不可能5点半，所以不可能会到10点，或者可能会到10点或者更晚。Cannot be fun， 辛苦了。对，那戴志颖是没排在明天第4场。3、4、5、6可能真的，我看3、4没有，他戴志颖大概可能最快也要5点吧才开始，才是那场比赛。对，6点上。嘿，好，拜拜。晴空飞扬，反正这几天都在，要传一下就可以。好硬哦。不会，谢谢，你们辛苦了。所以你们3天完就收线了。
士。哦。可以再来换名士啊，姐。换上面的。先都在我手上。
Потому что, как они выглядят, делают вид, что они слабые.